周刊，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那其实昨天呢、很多的投资人晚上在看美股的一个同时的话，他们会心情会非常紧张因为这个道琼纳斯达克费半这个三大指数以道琼真的跌幅是过重那他就想说这个应该是这个所谓的鲍尔嘛他认为说这个三月份应该升息两码那的的确确嘛，升息两码，那美国是大跌嘛，他就认为说台股今天一定会大跌，所以说心情上面非常紧张哈。那今天的一个看盘技巧，一个是在开盘的时候，早上那五分钟，另外是收完盘之后，你对于盘势的一个看法，进两波就可以决生死了。我在这个运通财经台，我很少讲解所谓的技术分析里面最高最高的一个奥义，很少讲，因为这是不传之秘了哈。那既然有人在 LINE 里面问，蒙哪里来嘛？我就直接回答你，好不好？我们就用公开的方式直接回答你哈。来，今天早上这个一盘开出来哈，9:05啊，这成交量是200多亿啊，这个地方是停损量。停损量，做多的人买股票的人去停损，这是今天你判断错误最大最大的一个败笔，这是开盘，对不对？好，收盘，好，收盘看什么？先看形态嘛，对不对？昨天创新高啊，对不对？今天呢？好，今天收这个 K 棒哦，对不对？下影线很长嘛。实体部分很短嘛，这个叫钉子线。突破横盘整理之后创新高的以后钉子线，短线上面视为什么？明天大盘会涨，有多少机会？有90%会涨，所以说你今天早上你卖在这边的投资人你明天又开始后悔了，你明天又开始后悔了我为什么会在这个电台里面很少讲到这个技术分析因为技术分析很多的一些层次，很多的一些方法它是综合判断，它不是用所谓什么 KD、RSI、MACD、均线、K 线理论，什么 K 什么烂 K 什么形态组合，讲的好像真的很厉害。你看讲那些东西的时候都鬼扯懒蛋一大堆啦。我都不敢讲说我是大师，你知道吗？因为我出道比较晚有人说他是 K 线之王，对不对？那个毕业的，有人说要画线给大盘走，画死一只又一只的分析师就没有那个功力，就不要去乱胡说八道了，不要去胡说八道了，今天的话收的叫钉子线昨天创新高，今天钉子线，代表说明天反弹机会很大。你先这样子判断就对了，大盘目前为止仍然是走所谓的什么多方控盘，仍然是属于一个类股轮动。好，我证明给你看，好不好？这是电子股，电子股今天开低还走高贵买指数小型股今天有没有受大盘的影响？震荡80点，有没有受大盘的影响？大盘下跌，贵买指数再创波段新高。有人问严老师老师这个贵买指数会不会一直上去？我认为会，我认为会你认为会不会？我不知道了我们就慢慢的来验证那其实昨天投资人对于严老师的节目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可能近10年来，你不管在任何的一个电视台里面，你从来不会看到一个分析师在昨天跟你讲，我有5档股票，我就卖出去，我先做获利了结。这个不是哗众取宠，也不是说在射飞镖。我昨天我卖了，你看那今天掉下来了。严老师不会讲这种不负责任的话，我反而要告诉你，这个大盘多头还没有结束。昨天卖掉的是把资金回收，未来我们一样会在台股里面找到这种底喷的股票，
啊，这个叫做类股轮动。我认为我这样的解盘算是很中性了、啊，我不会哗众取宠说哇，张老师这厉害，啊啊新买一档啊，两级会员，啊又买一档啊，两档了哈，啊再卖一档，啊第三、第四再卖一档，啊第五再卖一档，这个叫哗众取宠啦。获利就获利嘛，那又怎么样？人家来缴钱的，你难道你不帮人家赚钱吗？人家缴钱，你帮人家赚钱，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啊！你叫人家去睡公园啊，那个叫不公不义啊！连大盘趋势都会看错，这个地方跟你讲关键性的转折，进入到超跌了，你这个地方叫做转折，转折一日抓到，富可敌国啊！啊，有没有？我这边还是跟你讲啊，财富重分配啊，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啊。回到这张字卡，其实这张字卡你看起来非常简单啊，你先过得了这一关啊，你才能去见真佛啊。你过不了这一关啊，睡公园先啊，知道不？公园啊，遐知道不？蒙困啦，蒙堵啦，你知道不？看清楚啊。你如果看到说每天有人跟你讲转折，那个骗子嘛。这个大盘哪里有每天转折啊？还是每天跟你讲多空多空多空，胡说八道一大堆啊！真的很好笑，我看到他们纯表演啊，我就把他们当作是一种纯表演啊，娱乐节目啊，是不是？什么队长啊，产业来也来一个总司令啊，技术分析也来一个总司令啊，空军也来一个总司令。好像总司令很大 啊，你们到底见过总司令了没有？啊，您做兵的时候到底有看过总司令不？我有看过哦，我先讲哦，总司令没有什么嘛，很平凡的一个人啊，一样吃饭啊，睡觉啊。啊，台股的总司令对不对？很糟，带你们去睡公园啊，先过这一关啊，你才能讲到说你的股票分析你要去下功夫啊。大盘现在还在走轮动，来。我的看法上面还是没有改变，等待大家一起来验证，好不好？新的股票真的找得到吗？现在投资人连进场都不敢进场啊，有没有？你告诉我，你敢进场吗？你都不敢进场，你怕，你害怕，看不懂你才会怕，看不到前面的道路你才会怕。如果说你的眼睛是，对不对？是火亮的，是雪亮的。你相信我，绝对你敢进场啊！找不到新的标的，对不对？你认为这次怎么样？开盘还在平盘以下、哦，啊，今天对不对？大盘跌嘛，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标股，对不对？你只看到这档标股，但是老师要跟你讲的是布局，好不好？布局后面会大收割。我平常都跟你讲说收割嘛。我今天跟你讲，就买这种底喷的股票啊，你布局成功，未来可以大收割哦，不是小收割哦。这档股票不一样哦，啊，涨停板锁了10000多张哦。你未来这种股票，我跟你讲哦，对不对？三月份在涨，四月份在涨，五月份可能一直涨到年底都在涨啊，是不是？举个例子啦，这档股票啊。好，为什么投资人赚不到钱？不敢买，不敢买嘛。老师就跟你讲，涨完了没啊？哦，你猜猜看。嗯，3月2号，老师啊，一吐六只啊呢，啊，本来5只啦，现在吐6只啊啦，啊，比老虎5只哦还要更厉害的。啊，今仔日哦，老师啊 ，Lucky Seven 啊啦，吐7只啊啦。啊，明天会不会发资？是不是？我不知道。这种股票我反而叫你赶快卖，涨太多了，80几块涨到多少？200多块啊！你真的不要再去买了哈！我先讲哈，就算明天涨停板啊，你也不要太高兴啊！哪一天爆大量就掉下来了。你看老师的节目跟看其他老师的节目不一样啦，我不会说啊，这个股票很飙，那你赶快去死啊！你赶快去死啊！对不对？你低档区你不买，现在涨那么多了，你去买。八十块、90块、100块，你拢会使买，百五块买使买，
今晚冷巴控高科啊，你够去买，很危险哦。我先跟你讲哦，我虽然是做多的哈，我还是跟你讲，股票市场里面充满了险恶啊哈，啊，这水很深啊，社会很单纯啊，人很复杂，好不好？宝一，有人就说它不会涨，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涨停板了，八只啦，哎，这种股票我认为它还会再涨啊，你反而要注意啊，老师这个怎么看的？为什么具有七只，你叫我们不要去追了？为什么这个宝一你说八只，啊，可能未来还会再涨？这是不传之秘啊，我就懂吗？架功夫啊，不是假人的啦，知道不？哎，有人说要教你功夫是不是？啊，你以为他是李小龙啊？胡说八道啦，真正的功夫他不传人的啦，有只传那个有缘人呐、啊。我最近啊写了三本书啊，哦、大概都印好了啦哈、哦。下个礼拜的话，可能就会在运通财经台跟大家见面了哈、哦。那后面再又写一本书，总共四本呐、啊。我把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我会稍微的交代一下，好不好？比如说像这种股票，对不对？啊，这个潜伏底的股票怎么样它会涨嘛？啊，之前跟人家垃圾对不对？垃圾啦，哦，只能三十五啦。我都到七支不啊，这之前跟你讲的老师啊 ，Lucky Seven 啊啦，七支啊啦，啊七支我都到八支不，我唔知哦，你拭目以待哦。好，但是今天有的股票我还是要给你看一下啦，好不好？你不要说老师你很小气啊，啊，这一档股票我昨天跟你讲的哈，你布局收割才会大喷，对不对？啊，今天有没有继续喷？来给你看呐、啊。代号3046的什么建基，来，我公布了哈，你不要说老师你很小气哈，你每次黄贴纸都贴得牢牢的，黄贴纸都没有掉下来。我跟你验证哈，股票操作要有连续性，股票操作要底部找底喷的，会大涨会喷的，你再去做，对不对？老师啊，你的林群又涨停板了，这跟我没有关系哈。我先讲我的力量没有那么大。早盘啊，这边有人追价，这边有人倒出来，尾盘这个地方，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成交量，是我爸丢的，你知道不？这个不是我的会员啊，我先讲啊，我先承认好不好？这不是我的会员哦，你不要认为说老师啊，像很多老师都说这只是他的，胡扯懒蛋，他的会员啊，有那么多资金可以买吗？我问你啦，好，有心人啊，有心人你要小心啊。锁了10000多张啊，老师有没有做？我拿证据给你看呐、啊，好不好？潜伏底，啊、哦，一看到这个潜伏底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会不会喷？啊、哦，今天有没有喷？这边有没有喷？喷了哈。老师有没有做？老师非常诚信的告诉你，我曾经做过，对不对？啊，3月1号，123。老师，你有伫咧无？来，老师伫遮，来，互你看一下啦，好不好？互你看一下啦，卖讲吼，这拢无进股啦，了，这进股嘛，两级会员来，普通单股，啊，今日咧，今日咧，啊，该保密啊吼，拍谁啦吼，保密哦，啊、哦，保密啊、哦，你应该都赚，应该都赚钱啦，你不要骗我啦，你没有赚，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你怎么会没有赚？对不对啊、哦？再一支，这支你有没有？嘉玲，我有啊。哎，一根，潜伏底，老师涨停板两根，啊，铁进股哦，看一下好不好？来加，昨天的啦，这昨天的哦，来涨4.5块哦，亮灯涨停板哦，啊，这普通会员、特别会员啊，今天呢，啊，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啊。来，尾盘竞价你要小心哈，会不会涨？啊，会不会大涨啦？我跟你讲啦，啊，拭目以待啊，好不好？拭目以待啦，啊，都不用讲太多啦。老师啊，被动元件呢？还被动元件，你凯美你觉得怎么样？哎，有人说凯美很难做的，50块钱的时候你不会认为说它可以做。涨到60块钱的时候，你认为说好像可以买了，对不对？涨到70块钱的时候，你认为说老师这个地方不买哦，太可惜了。
那这种股票到底会不会涨？哦，这个叫 N 字型的上涨了啊、哦，那未来的话可能会小震荡一下，啊，你的看法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啊、哦，这个业绩财报在这边给你看一下，来，业绩财报在这边哈、哦，来，啊，来这边对不对？凯美来，买点的话这边有72块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买点哈、哦。啊，这个地方的话，今天呢、啊，哈，今天的话也有在平盘以下，有76.2块的一个买点哈。这种股票会不会涨啊？你慢慢看。对啊，光学镜头，宝盛光开始跟你讲，啊，再跟你讲到大力光，大力光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啦，我有啦，我还在啦，啊，再跟你讲到先进光，啊，先进光。啊，先进光，对不对？一路大涨，啊，涨到后面啊，到时候让我们干杯啊，小孬孬啊，不敢买啊，对不对？啊，你不敢买，我来买了，好不好？啊，光的了，啊，光的了啊，今天3月8号嘛，对不对？女王节啊，非常好的一个节日了哈、啊。那我们这个公司的老板啊，那有礼物要送给大家啊，一年就一次啊。那严老师今天也会释出我最大的诚意，但是我要先讲哈、哦，那未来我们在操作的股票啊，都是新的股票，啊，全新的股票，第一个、第二个都是底部开始起喷、起涨、倍数翻的股票，啊，我希望大家平常心以待，不是一根涨停板啊就很高兴，老师的股票很飙、很强，你要抱得住。你抱不住的，你自己小心呐、啊，好不好？啊，有买到林群的好不好？老师恭喜你，好不好？股票有买有卖，好，你买到 PCB 的建龙的，来，老师也恭喜你啊、哦，八根涨停板，你随便卖都赚钱呐、啊。啊，今天的宝一对不对？宝一总队啊，又亮灯涨停板的，具有啊，这涨太多了哈、哦，我先点名哈、哦，该卖的赶快卖一卖。该卖的赶快卖一卖哈，这个底部起涨的才是大家要的啦，这底部起涨才是大家要的哈。那今天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哈，今天电话先拨，因为今天的电话会很难拨，最近真的客户非常多啊，今天电话真的很难拨哈。今天3月8号女王节，我们公司老板有重大的礼物要送给你，全面1+3，全面1+3，每个人打电话进来都是1+3。啊，先声明一下啊，只买底部会喷的，好不好？只买底部会喷的、会翻倍的股票。我希望今天严老师也会释出我最大的诚意。但是我先讲，一年就只有一天，啊，这个女王节38对不对？3月8号啊，对于我们全国的妇女同胞，我们所有全国的一个亲爱的投资人，啊，我们老板有大礼物，严老师也会释出我最大的诚意的哈、啊。来，今天来1+3。啊，只收一个月就可以了，好不好？只收一个月哈，啊，电话会爆满，你电话真的赶快拨啊！今天呐、啊，女王节了，好不好？就只有一天的机会啊，你要好好把握了哈。电话等一下赶快拨哈，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赶快扫描。3月份的大标股，重要资料都在里面哈，啊，这个很重要，这个也很重要。明天有一档股票，全新的股票，老师带你进场，亲自带你进场哈。先扫描 QR code， 先拨打电话，留下姓名、联络方式。等一下回办公室，老师会亲自的跟你联络哈。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动作要快，打电话进广告。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24小时帮您解盘。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爸爸，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因为我们是知道啊。哦，我懂了，对方是干道，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没错，只要设有停让标志、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志呢？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两边都直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知道让干道，安全最有道。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那当然很多的一些操作上面的一个技巧哈，真的我都会在我的著作里面要详细的帮大家说明了哈。因为这个电视台里面啊，虽然说我很想公开啊，公开我的一些这个心路历程啊哈，但是哈，我相信这个时间上面可能是不够的哈。那有人会来到严老师的演讲会啊聊一下，有人可能在 LINE 里面啊有一些问题要问一下哈，那我都会非常诚实的回答给大家哈。操作的话还是要回归到理性操作啊。如果说你的操作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不是很理性的啊，那你自己要稍微的要改一下啊。第二个要有耐心啊，像有一些股票不是说你一根涨停板你卖掉啊，你卖掉会很高兴吗？啊，两根涨停板你卖掉会很高兴吗？啊，三根涨停板你卖掉会很高兴吗？哦，你要去看它涨完了没有，啊，这个强生也是一样嘛，啊，赚一根赚两根啊，你赚多一点不是很好吗？探咖贼不是咖货吗？啊，玉阳对不对？潜伏底啊，啊，虽然说股价一直创高嘛，啊，但是你认为它涨完了没有啦？这个要自己会判断啦，你要是不会判断呢，你永远过不了那一坎呐、啊！哦，我再举个例子好不好？好，来，这张股票叫金鸿，啊，最近都没有涨，啊，你就看未来它会不会涨，好不好？我就给你写个拭目以待，好不好？看节目啊，可以做验证，啊，也欢迎大家做验证，不要去追价。我有没有这个哈、哦？你这一直很想问。我有啊，那又怎么样？我也不会叫你去追价嘛，我不卖就是不卖嘛。我认为它还没涨完，我就不会卖；我认为它涨完，我就会卖嘛。啊，天域对不对？创新高的股票，难道说你赚不到钱吗？圣品我卖跳了嘛，对不对？我就卖跳啦。啊，我是赚钱的啦，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赚到啦。我讲话真的很老实啦。啊，德威我也赚钱啦，对不对？泰茂你随便卖你也赚啊，啊，莱捷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对不对？都跟你验证过了嘛。来，金研也是一样啊，啊，最近这个虎门科技的，对，虎门科技的，来，证据给你看好不好？好，有老师有拿那么多证据给你看吗？啊，雷虎嘞，啊，国巨还在讲吗？还在讲吗？联发科啊，涨停板的来，好，那未来到底涨什么嘛？会涨的哈、哦，你手中不见得有啊。这有句话讲的真的是非常好啊，投资朋友们就是这样子，看错一直做。现在行情明明是多头，他看对他不敢做。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了哈、哦，股票市场没看对，还要有执行力。跟随的纪律，啊，才能够大获全胜哈。先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明天进场的股票只买底部会喷的，只买底部会喷的单股锁单，有兴趣的共襄盛举啊！恭喜林群，
哎，恭喜建隆，哎，宝一总队，啊，具有科技，包含今天这一支底喷的，啊，未来就是要买这种的，好不好？好，那三八啊，不是妇女节，叫做女王节，啊，祝全天下的妇女啊，这个对节日快乐。本公司老板还有严老师，是出我最大的诚意哈。来，只有今天一天哈，宠爱女王节，今天全面啊一加三啊，老师要不要打五折？打五折，打五折，再打五折哈。电话拨通，来，电话拨通，来，机会就一次哈。来，还没有手机扫描 QR code 的，赶快扫描哈。严老师说到做到哦。来，女王节全面一加三，再打五折啊，电话拨通，手机扫描啊。女王节的优惠就是你的，我们明天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阮只是社会一粒螺丝仔囝，不过只要食螺丝锁不完，较大个气卖放盘袂轻重，所以阮万行照起工，用身份甲汗水，把大家生活舒适过安全。你会当唔知影阮的名，不过请你也记得阮的付出甲打拼。啊，若开力，阮的话可刷工了一杯啊玻璃蛋，明仔载开力。人民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就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